有可能。可是我觉得你三二你有机，你现在到第四回合你有机会拿到阿托，然后变毒。没有，三二就算变毒鱼也太烂，血不够。有七个新队友。可是你不会再留三三，留三三通话墙，你打到三三零几？不会啊，广告刚刚说一直 buff 到啊，谁知道？没有你 buff， 你不会留三。我知道，我宁可留那三三通。哦，屌打。两个大眼怪没升，没有变强的大眼。哎、哇！不要炸了！哇，他怎么可以一直升？怎么一直撞？他怎么长这样？怎么长这样？怎么长这样？他怎么长这样？他怎么打兵？他怎么长这样？他怎么长这样？他怎么长这样？奇怪！太烂了。多多水，多多水肯定要，多多水肯定要。拿吧，多多水拿吧。多多水拿，多多水。再找，不要，垃圾。不要乱死，你现在下下去不会加东西。很认真干活。偏烂啊。这四武器都可以考虑。有野兽，给多多水哦。反正这样你要多卖，你就要卖一只二五。如果你要买四五，就要卖了。两只三三都滚了、啊，两只三三都滚。可以啊，三三都滚。我再塞一下。有一次呀，快点啊！店里来个死亡骑士，不会太早丢。我先塞一下。拿个蛋，拿个蛋，拿个蛋。拿蛋，拿蛋。一个四五滚，马上蛋。来不及，速度不够。哦，秒回！刚刚是没也没转到天，我刚天机没回到，有点饿啊！你刚天机如果转到那个聚合十一三的聚合体，哇，这样又爆开了！我去，你要是刚刚有甩到天机那个聚合体，海底，痛很痛，这样痛很痛，这样痛真的。两分。哎，是啊，四三隐形的，四三隐形。转换一块。四三隐形。四三不用不用。降落意识。再走。哎，你要战。位移可能也是没用，对。钢牙兽，钢牙兽。三这样拿。哎，等一下哦，你上次。二一二五滚一只。二一。蛋蛋要上一只。多滚一只啊！二五滚一只。蛋蛋上，不蛋蛋上。可以的。再走。没用，都没用，天机。钢牙摆第二个，不是钢牙。那个蛋蛋，忽然摆蛋蛋前。钢牙可以摆到。再把一颗蛋往后面摆。让给。这只多多者应该不会卖了，应该就是一直会一直爽。打六五，我妈超爽哇，超级爽，舒服。我有个超大一，我有一个超爽的，敢还敢给我玩鱼人，绝对送他下去。两颗蛋都打不开，我看他怎么玩。哦，打不开，打开了就，哦，好的。还是舒服了，还敢给我玩鱼人，真的是没被人家暴打过。抓他手！二十，很认真干活哦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四五，这样呢？四五要拿。先滚。投给谁啊？蛋，一定给蛋。蛋。再甩一下。再甩一次。再甩，甩，先甩去。没掉，再甩。先进去。我想刚刚那六四应该拿。六四没用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现在一定是蛋合起来吗 ？buff 都
buff 孤兰这三个选择。哇，等一下可以考虑升级，但是可以。但是这个可能，如果弹合起来的话，可能。先找弹吧，因为弹还没合起来，走运气也没用。哇，他自己塞好给我们龟。完蛋，你看他穿插。不差吧？穿插一点电更没用，我们一堆剩。圣盾长出来，舒服，再给我玩啊，下去探亲。妈的，玩恶魔都该下去了，玩恶魔鱼人都该给我滚。哇，刚刚他那场鱼恶魔长超快，那是因为他是那个钢牙，啊，这二六要拿吗？二六四五没有啊，二六四五两只都滚。先不用，先踩，看哪蛋，哇，你这个冰哦，要冰哦，等下你太快合了啦，哇，你先下钢牙 buff 两只啊，大哥，算了，下来，我刚刚是说你可以先卖四五，然后钢牙的时候可以 buff 到两只的蛋，应该是一级，冲区吧，冲区或者冲区，一级拿了准，然后你这边超多钢牙。看到打，一要现在上吗？下四五换四五两只都滚了，然后二六钢牙一七，天生疾病拳。你刚刚那样子下好亏，没拿铜去超亏的。你这样钢牙可以加超多，你刚刚那钢牙会超可怕的。没事，来不及了。因为你这边还有两只钢牙，一定打通。刚是不是甚至不止那样子加？我在想，是不是刚刚正确掉那两只四五滚，钢牙两只都下来，那两只钢，然后不对，费用。这几个拿蛋，刚刚可以不用拿。知道我没拿蛋，这回不干，一秒。他那个拳头大大的。对。哇，这个好强。好顺。这个好强。有打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欸，天灯机没按到。有吧？有啊。什么？有啊。是我的话。钢牙两个都拿。我也会选他。钢牙先拿一个吧。拿一个吗？先拿一个。四六，四六是不是滚啊？还是七四？四六还是七四？随便，那四六滚啊，那四六滚啊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用一个手下。我不知道，还是你要几只？随便你。哎，你要直接喝，你这样会少加一次。没有，我在想，可是这个还会升，这个。好，那就买，那就买橘子啊，随便啊，橘子都会升。先下去。升级吧，我觉得可以升级。升级。对啊。先升级，然后钢牙。升级钢牙。亏哦，铜须真的好亏哦。可是你刚刚没拿铜，如果你刚刚不是用这个，你要打宝。十升，天梯天梯，这要放第四个，放后面一点吧，你讲不出四，啊，再放最后，讲不出四个位置的啦，你这样升不出去的位置，这样你会卡到你的蛋，升不出四个位置的，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运气被射死。你是说的怎样？攻击，老师，大家都不用想那么多。
次了吧？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往前三。多来点手下。二三是要拿。二三怎么样拿的？二三秒，继续找。那一个先找，先找。拿吧。下来。哦。还要后背吗？八六九，一定是八六九。这可以拿吗？看你有没有凑对啊，要的话拿。好了。那就二三。二三。就下了。二三滚啊！忽然啊！忽然放后面一点，当然你要调一下位置。忽然没有深蹲，但放不用到那么后面，在巨，我觉得在巨蛇前。巨蛇前，不好意思，没道理，到那中间不太可能赢。你把，你把忽然两个忽然都放后面，你打代法力啊！我代法力啊，全部摇就对了，对对仗。单放前面一点，最重要。我靠，太烦了，都忘记还有这种。回报他，没有圣盾，对啊，超多圣。他没按天能级，我操！而且我们超级屌会把他的一起屌会掉。人家没按天能级，压根有按你，你来这边炸光头。真的有够激烈。我还没会死，我刚两个十六，超强，变得越来越厉害了。我在升了，是把那个他的那个灰仔撞掉了。哇，还有人钢骨看，在，还有人钢骨干，快快快，把这前面清干净，前面清干净，前面赶快清干净。小谁矮？哇！不是，真对。哎、欸，再去二六，再去一升，再打多打一点。来二六，再多一滴。哇，这个话应该大暴血。那个大蛇还有一个EC在，他这波大后暴血。哇，二三。不是他怎么不按天灯级？妈打到后期才不按天灯底 B 二是不是啊？到底有多贪呢、啊？走，先找。六三往后放，六三往后放，六三要放那个，至少放一，放十六，至少放十六。先找。合起来，怎么放都可以了，合起来怎么放都可以。是要拿吗？二五要拿，二五要拿，二五要拿。先看，走。我想一下、哦。甩棍，因为可以等下，至少等下打一气了。二五，丧心病狂欸，干你很 buff 一七，我他妈的啊，有可能啊，你二十多的骰棍就是对面是金字塔，如果他把他的那个加血加，他把他的一七直接 buff， 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。哎呦，哇，那一句话这样少很多神针。没有，我觉得两只十六应该是还行的，这两只不太丢子太满。哇！什么招？这是正确的战术。真的是乐色，两只三个人。嘿嘿。拳头大大好大哦！但是拳头大大也是偏左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怎么打不死？他太肥了。我应该下去了。哦，这波应该是下去了。下去。那个四，那个五之后那個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七只哥。这个后背会直接被鸟撞掉。啊，我是，我现在视线真开始有一些正常的。我
你以为还可以叫三千分有女菜？也不会真的弱智菜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最近这几场也没有看到太夸张，就是都还在理解范围。我刚刚那个奈法利安不是天生技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强度啊，他那个是二掉，那个不理。那个我在猜，他应该在摊。摊一个猪多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应该在摊一回，多摊一回，要干，不知道是和还是升级。好，难不成？中间了，不用看到中间了。战力啊，战力啊，反正选中间，等一下开两只大眼怪啊，只有这样玩了。先上。其他两个都烂死。太奇是落炎魔一费，然后炸两个是炸两个是四滴，那炎魔是两费炸两个八滴，也没有什么弱化版的炎魔，它就是一半的，我就半个炎，那就费用减半，哎，哦。是不是要冰了、啊？冰什么？这个吗？对吧？冰两回合哎、欸。不然不要是不是？不要、啊。反正你等一下又出现之怒者。反正你都这样玩的。冰恶魔。对啊，你都这样玩的。冰恶魔。只会往前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哦。又来了，哇哦！又来了。失误，告诉我怎么失误了。哇，真的是不错，真的是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觉得你等下两只九七。我直接投啊！现在已经两只九。看我之前就他妈真的拿过两只九七，真的快气死了！就其他两只都烂到爆炸，真的。哇，多打我滴。先病狂啊，都不升级了。明天多靠别人一滴就不升级。那很乖啊。哎呀，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。帮派老大，如果真的要玩，那就只能帮派老大。这又完了，妈的，爽啊！四三吧。那、啊、你要九七吗？你要九七，我没意见的。哇！啊！好，很怕，超很怕，不知道怎么玩。那完了，我干，我错了，愚人，那我卖掉。下去，再给我玩了。不选愚人呢、哦，我操！还没冰到，你这样子玩，你还不敢，还不给愚人多肯升级哦，我操！对啊。下去喽，中路射手。下去喽。要不管人家升级，玩一回合升级，东西又比人家烂。下去了吧，下去了。没有吗？下去了。我狗皮耶、欸，哇！整天想要靠赛拿两只大眼怪，妈的，总算不能靠赛了吧？妈的。哦。下去啊！再拿三个啊，可恶。好了啦，下去了啦。还那个，我他妈整天想玩恶魔，一定要拿的好不好？可能神经病啊！前面我看过一堆全面抢着拿支怒者的，全部都下去。你恶魔会赢，大概都是支怒者，在大概第三、第四回过来之后，顺便有恶魔。前面有些东西顶住，不然前面根本顶不住。啊，这不是顶住了吗？你的恶魔，你的自动者一，
你刚说还下凡啊，干你怎么会只有一？你不是小老大？拿上来的时候那个顺序变了。好了啦，下去了啦，去了啦。可以讲话，恭喜你啊！又还下错，恭喜你。来一波大的，开一波奖，这波是。啊哇，太扯了吧！哇，哇，太扯了吧！哇，赛道真的是会很贵哇！妈，世界级赛，哇，好废哦！嘿，下去喽！果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整个手上都是打工仔，好屌！好啦，浪费时间，干你娘！哇，爆气耶！爆气，我怎么爆气了？哇！没事，下一场更好。去吃饭了啦，先休息了。是吗？错了，我记得。整只手上，整只手上都是打工仔。可波仔 ，OK， 进那个怎么玩？干，好痛！跑去玩这垃圾模式。啊，可怜呐！好痛，吃饭去，可怜。你还真行呐！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不然，哇！连这个也可怜了。过得还好吗？我的牙齿可真大。表现相当不错，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我的牙齿可真大。靠飞。
趁胜追击呀、啊，朋友。有够激烈！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哦。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很认真干活哦。我的牙齿可真大啊。
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指引你，乖能报告。激烈，是我的话我也会选他。你见过探险者协会的人吗？他们人超好，哦，帽子又帅。乘胜追击呀，朋友。
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怪能报告，接下来的魔术是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告，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，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